各位同学，今天呢教大家一个相声的基本功，贯口报菜名。这可不容易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听听听听。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，有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鸽子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汆丸子、板鸭、筒子鸡。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啊，咱们简化一点，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，哪位同学想试一试啊？我看这个同学不错，你来吧。哦，我呀，你背一背。蒸羊羔啊，蒸熊掌，蒸。不是，你这同学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这刚教的呀。我刚忘的呀。你有的说，你坐下吧。这个不行，看我的。你来，老师，我来。哎，这同学不错，还挺积极的。来来来，你来。有蒸羊羔啊，蒸鹿眼儿，嗯，蒸熊掌，烤羊肉，烤羊筋，烤羊腰，来俩烧饼，我饱了。坐。还真有主意。同学们，今天呢，咱们上一堂快板课。由于这个打板的声音比较大，咱们就不在教学楼里进行了，在咱们校园一角上课。昨天我在微信群里通知了，让每位同学都带一快板，你们拿没拿呀？拿了，拿了，我看看带的什么样的。哎，您看看，哎，你带的怎么这样啊？这昨天群里说了，让每个人带一块板。哦，一块板就是一块板啊。不是，这小吴拿这板不对啊，就是这快板得是这样的快板。哎，小猪这带的对。小猪你这板拿的对，会打吗？会啊。会打。会打。那咱俩一块打一打。没问题，郭老师。可得打齐了。必须的。咱们现在开始。开始。来。行了，撂下吧，撂下吧，别打了。你这打得跟下饺子似的，不齐吗？太不齐了，还要多不齐？对，我要多不齐干嘛呀？打齐了，打齐了啊！没问题，再来，再来。行了，撂下吧。啊，又下一锅，还不齐？你啊，打不齐了。哦，我打不齐，那我要打齐了呢？你打齐了，我是茄子，怎么着？打齐了，我是茄子。那咱们再来，再来。怎么我一试茄子就打齐了？因为我们呀啊爱吃烧茄子，还真有主意。哟，你在这儿呢？那可不在这儿呢吗？你好。来，一块玩回来吗？哎，朱景真，好久不见了，太好了。哟，你在这儿呢？可不嘛，来一块玩。俩人接我来，郭老师，这是来的。哟，你在这儿呢。哟，你在这儿呢。你在这儿呢。叫我呢？不是，叫你半天怎么不理我们呀？打刚才我们就看见你了。是啊，打刚才可没理我。赶紧上课吧。上课，来，咱简单说说啊。你看现在叫说新唱新，对，尤其咱们相声更得创作新节目了。没错啊，而且咱创作新节目反差可以大一点，这样才有包袱吗？得说点啊，观众朋友们没听过的，说荒诞一点的也可以。最主要啊，得有立意。哎，我们俩最近就有一个有立意的新节目。哎，老师，您新写的这个节目讲的什么呀？你别打听了，这不是马上校庆演出吗？啊，到时候看。到时候可得好好看看，好好学习。这么着吧，给你们俩留个作业，让你们俩呀创作一个有主题的相声，
你们俩创作一个饮食主题的吧。好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，上礼拜给他们留那作业行吗？我估计二位老师，您上周让我们写的那个作品啊，我们写好了。嚯，这才一个礼拜，我们给您演演，展示展示。您看看，来了吧。咱们呀，一定得注意食品安全问题。对，吃坏了很伤身体。不过呢，我认为只要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，适当的尝试一点新花样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有这么句话，只要吃不坏，咱就随便吃。话是这么说，前两天我去快餐店，那儿有薯条，对，我又爱吃炸酱面，我就尝试了一个这个薯条蘸炸酱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不怎么样，它实在不是味儿，我就给吐了。您要听我的，咱们吃海水炖牛肉，哦，又有滋味，还不用搁盐。我就会做。哦，您就会做啊？哪天我上您家吃去？甭哪天了，就明天吧。那里头有牛肚没有？太有了。我告诉您，牛肚可得涮熟了。对，要是涮不熟啊，啊，能反刍。我呀，走，还真有主意。哎，你看见郭老师和李老师了没有？没看见，我也找呢。哎呦，今天晚上演出还要看他那新节目呢，我还想学习学习呢。就是这人跑哪儿去了？哎，等会儿，别动。这人能藏这儿吗？我这不找呢吗？嘿，赶紧找找吧，到时候半夜再从哪儿钻出来。赶紧找找吧。哎，我说李老师啊，怎么着？等一会儿，还干什么？今儿晚上咱们就演出，咱俩是不是排练排？得排，赶紧排啊！快来，排练，快点来！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！嘿，哇，来了我的火鸡，我早就来了！哇呀！二位老师，您这干嘛呢？这是我们排练的新节目啊！嘿，还真有主意。